这个我说几句。其实刚才看了以后啊，特别感动，对艺术家辛勤的付出啊，也特别感动，对整个主办方为之所做出的以及搭建这个平台而感动，也更为我们这几位策展人的真诚而感动。这个在这里面呢，我是从昨天开始，我跟这个团队我说啊，我们不是为我们个人参与这项活动，我们是要为中国的美育教育而参加这个活动，要把它推到一个哈更好的一个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摸得着读得懂的这么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要给我们搭建这个让大众参与，让我们所有人都参与，是专业和不是专业的都要参与它，因为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台上还是从台上走下来，我们都是要为中国的美育教育要贡献一份力量，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所有参赛人的一个使命。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些。